我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会成立这个。我们先这样一个 SOP， 我是哪个教会的？哦哦哦，好，重来。没关系，我们重来，五四三二一。嗨，各位平安，我是嘉音教会，我叫 Lydia， 那这个名字是上帝给我的名字，我姓赖，值得信赖的赖。我要把福音坚持到底，传遍所有的亚洲。叫做赖迪亚，那就是我本人。那我非常喜欢做牧养的工作，做带领我们的羊群能够在灵命上提升的工作。感谢赞美主给我这样的一个经历，这样的热忱，还有这样子圣灵充满的这个恩典，这真的是恩典。那我要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成立了这个这么小间，但是我的心却是这么的大间的 Lydia 健康SPA馆。对，那这是 VIP 型的，是要先透过预约。那当然我们这个SPA馆呢也是有招待各教会的牧者，但是要男生，好抱歉啊，师母我都非常欢迎来到这里享受我们的这个能量屋，它可以排毒，它可以让我们的身材变得瘦小玲珑有致。还有呢，我们最棒的配上我们这一条黄金云体精华，来给我一下，录一下影，右边，这边，那张最后面那一张，最后面这一张，对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个要特别的分享，我这个是我的手背是靠这个的，我的臀部是靠这个的，感谢赞美主，这只是分享哈，没有特别的，没有特别的用意，感谢赞美主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一个最棒的，我老公这么爱我，这么喜欢跟我接触的一个产品叫做恋爱精油，来，再给我一下，感谢赞美主。这个是纯粹的分享，我是怎么照顾我的皮肤的呢？就是用这一瓶啦，恋爱精油，对，是粉色的哦，对，玫瑰恋爱精油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么的大瓶。哇，这一瓶可以用三个月，最少三个月，但是呢，用三个月的瓶子，no， 这个瓶子就很像我们的身体玲珑有致，再配上这一瓶精油，让我们的老公摸起来哦，皮肤非常的细嫩，触感非常的好哦，连我自己都爱不释手，真的。等一下，你们来试试看。我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 VIP 型的 Lydia SPA 馆，那这个能量屋，还有这个可以特别预约的坐脸。就是说买了我们的保养品就可以加上这个免费的做脸的服务，但是要预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些朋友他用了这个产品，他不晓得怎么样的使用，怎么样能够把产品用在家里的日常生活中的保养。就好像我们的车子平时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，偶尔才到外面的保养车厂去保养，所以平时的保养非常的重要，还有平时的吃也很重要。好，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怎么吃能够健康，好吗？那接下来呢，再分享一下，就是我成立这一个SPA馆的一个理念。我希望，而且肯定，而且拜托你们，真的拜托你们，把朋友带来这里，把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带来这里，我免费招待他们喝咖啡、吃点心、喝花茶，是德国的花茶。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主这么的爱我们，没有条件的爱我们，我们白白的得到恩典，当然我们要白白的给出去。你们说是不是？是的人说阿们。感谢赞美主。好，那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有机会再跟各位分享哦。再见，愿主与你同在，神的恩典满满充满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你的家庭当中，在你的健康当中。谢谢耶稣，爱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